太阳脸的我爱一个人煮笋丝控肉，有着浓浓古早味的笋丝控肉，卤一锅白饭多吃好几碗。猪五花肉冷水入锅加热，水滚后捞去浮沫，把猪肉捞起，外表清洗干净，笋干冲洗干净，泡水三小时，每一小时换水一次，再烫过备用。切姜片，蛋先用电锅蒸成白煮蛋，放凉去壳。猪肉切大块，锅中先放入猪肉块，放入白煮蛋。豆干我有先用盐水烫过，去掉豆腥味，放上新香料，加入米酒和酱油，糖和白胡椒粉，加水腌过食材，大火煮滚后盖上盖子，中火煮90分钟，然后按照上面的步骤烹煮。完成了。豆干卤蛋放凉后切片，淋上酱油膏、麻油，撒上葱花，就是面店的卤味小菜。这份量煮出来很大锅哦，可以按自己煮的量等比例减少。